好，大家好哈，那我们继续刚刚提到说，这个如来身啊，如来身从二身说，那二身就是法身跟化身。那么刚刚强调说，法身就是佛的真身嘛哈，那化身的话，一般会是说，哎，千百亿化身啊，像释迦佛啊，化身来人间啊，度化众生。那三身的话，就是在注脚这边有提到啊，那注脚二身刚刚提到三身有法身、报身跟应身，所以我们有法身佛、报身佛还有化身佛啊。那四身的话，就有所谓的自性身、受用身，还有自性身、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还有变化身。好，这个名相变得更多了，而且从二相二生一直到四生，那你从他所引的经，你可以看得出来，诶，增阿含、婆沙、智论，好，这都是初期大圣以前，甚至部派的这些经典经论。那这个色大圣论到四生，啊，这是唯识嘛，它比较后期的，好，那么等一下，最后面会有那个一个表哈，这四身的一些相关，把它整理一下。好，那我们先看回到前面这边三身或四身哈。如果你的法身是三身里面的法身或四身里面的法身，那这个法身呢，就是平等空性，所以这个平等空性就是无相。好，那刚刚说如果是二身中的法身，这个法身是有相的。好，接着在大圣初期大圣哈，大圣刚开始的时候的法身说，那大圣初期他跟大众部比较有关系嘛哈，好，所以有二身说，那法身就是本身真身，好，那你看这个法身这边说明，悲智圆满身，如智不二身，心色无碍身，好，还有遍法界的毗卢遮那佛。那是大众，大机众生所为大机众生现身说法。那这个大机众生就是大菩萨了，大菩萨。好，那这边有一个名相叫毗卢遮那佛啊，这个毗卢遮那佛，这个毗卢遮那了哈，毗卢遮那是梵语，梵语它有光明遍照的意思啊，或者遍一切处的意思啊，所以既然是遍一切处啊，是遍。有通遍，那就是法界身了哈。好，那这个法身呢，是无为所显，是无为啊，所以是无相的，不可思议的。那对于，好，对于这个龙树菩萨对于法身比较采取无相的看法啊。多用此义了哈，大部分对法身把它定义为无相啊。好，下一页，那佛就问须菩提，可以从声色还有诸相的具足来见如来吗？好，那自力成就不待他缘，这个叫缘成实好，就是自有自成了那如来。如来不应以具足的身相来见那如来的具足身相是无为所显，好，而且是什么呢？缘起假名，毕竟无自性这个缘起假名是指就是它就是它有，但是它毕竟无自性所以一直在说一件事情，空有无碍所以没有那种实体可得，所以。才叫非身相具，非具足身相，没有那个实在的，实体的具足身相。那这个具足身相到底有没有？有，它还是假名实色的，好，色身具足，具足圆满，那具足玄奘翻为成就，或者圆成圆实，所以法身的色相了，
就称为原城或者原始。那对于具足了哈，具足在具足哪些相？好，那常常我们看到的就是32相。好，那主要这32相是印度人了哈，印度人对于这个相，哦，印度人他们在看东西其实蛮细的哦哈，哎，有这32相是庄严圆满相哈。好，所以主要是指32相释迦佛化身而说的啊。那对于法身呢？法身有的说具足84000相或者无量的相好。那有的论是说32相是根本相，84000还有无量相好都是没有离开这个根本相的啊。好，那对于这个三身啊，我们看一个表啊。在最后一页有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啊，好，投影这边，哎，大家看得到投影啊？看得到。好，那这个法身啊，或者应身，哎，有二身说，还有三身说，还有四身说啊。那对于这个，主要在于法身啊，哈，法身对于应化身，化身一般是大家看法比较接近的哈，好，就是应身或者变化身。那应化身它主要都是为凡夫声闻还有触发心菩萨说法的哈，随机宜的，随这个适当的时机来度化，哎，这才叫应化嘛哈。那佛的真身，好，我们刚有说大众部跟大圣出力，大部分对佛的真身是认为是有相的。那龙树菩萨对于二身的法身大部分是用无相的。好，那三身说就有就延续了，我觉得或者说从佛的真身又有延伸出两个有相跟无相的看法。那有相的话就是三身里面的这个无相的法身。那报身就是有相的部分。那这个报身啊，报身如果以这三身的报身的话，它主要的佛现报身的对象是什么样呢？大菩萨，不管是持土的或者他方的大菩萨说法是报身。所以这些大菩萨能够见到佛的真身，那能够听佛说法，大菩萨。好，那对于后来又延伸又进一步说到有四身啊，那法身就是自性一身啊，无畏所显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定义还是一样的啊。那多了一个自受用身啊，好，那佛也自受用这个甚深的法乐啊，好，除了为大菩萨说法啊，那自己也受用这个法乐啊。好，这是三身啊，三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些问题哈，好，对于三心不可得了哈，过去、未来、现在哈，这三心不可得哈。那三心不可得，它主要定义了，主要在定义说明，主要在说明说，我要找到一个真实的心是找不到的。简单的说，为什么呢？因为心是因缘所生。是缘起的，是没有自性的，没有一个真实的心的存在。所以刚刚不是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吗？外道的常我论，他这个把不变的我安立在心上面，所以这边主要要说明的是心找不到有心的自性。所以不可得是指没有自性。那刚刚那个德山的这个故事哈，他德山的问题在哪里？德山的问题，他以为不可得就是没有了，所以没有是没有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们说不可得，当我们说空，那我们是指空什么？我们是没有什么，是没有它的究竟的真实。但是没有究竟真实，不代表没有新的样相新的业用，就是世俗的这些现象或者因果，它还是存在的，它还是现现成成的，
它还是宛然啊，宛然现起的，这叫幻。只是说，那它的有，它的有是幻有，那这个幻有当然就是你无自性的有都可以。好，所以三心不可得是无自性不可得，不可得自性，但是心的作用、心的因缘业用完全没有妨碍。好，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三心不可得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好，那这边的问题说，那三心不可得会不会驳斥毗婆舍那的修行？当然不会啊。好，那我们就说毗婆舍那它主要是在观嘛，哈，我们说止跟观啊，那止主要的功用就是让心更有力量，啊，止的功用让心更有，观的功用就是要通透法的真实，啊，要能够看到真实的法，这是观嘛。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成就真正的正观的时候，我们前面在修这个观，啊，在修观的时候，你那个心是什么心？你那个心还是凡夫的心，或者说你的心还是有实在在运作的心，所以那样的心的作用还是在修毗婆舍那。也就是说，你在修毗婆舍那那个心是因缘所得、因缘所感的心，啊，是因缘法里面的心。好。当你深入到这个不生不灭了，哎，你这时候就证入了心不可得，你证入这个空无自性，哎，这时候是证悟，啊，好，那你证悟了也不需要这个，也不需你证悟的没有能跟所，所以你当然没有怎么样，没有对境，你也没有这个心。我所谓的没有是。都极无自性，你都看到了极无自性，好，这是证悟。那证悟之后，证悟之后的这些圣者，他在世间生活，他看到的一切还是跟我们看到的东西一样。他看到电，哎，看到桌子，看到椅子，跟我们看到的一样，只是他跟我们差别在哪里？因为他有深刻的无自性的体悟，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东西，他知道这个是没有自性而有现现前前的功能功用，这个都有。好、哦，好，所以没有驳斥毗婆舍那的修行。啊、哦，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哦，《金刚经》有这个凡夫、贤者、圣者，那区别是什么？哈、哦，好，我有一个表可以看来看区别。好、哦，那这边说。贤者包括修无为法的凡夫还是修无为法的人啊？我对于这边的语词修无为法可能觉得怪怪的啊，因为我们说我们修道啊，八正道嘛，然后到达灭即灭嘛啊，就是涅槃，我们修道而入涅槃啊，苦即灭道嘛，苦即灭道还灭门是修道而入灭。所以如果我们在修的环灭门，我们是在修这个四谛啦、啊、八正道啦等等的这些善法、啊、所以这个算是修无为法吗？应该因为无为法是不生不灭嘛，对不对、啊、但是当然这个有争议，我所说的争议说当我们在修道谛的时候，到底这算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啊，那基本上对于修无为法这个语词，我觉得可能要可能有点怪怪的了哈、哦。嗯，好，那基本上的问题在于说，凡夫、贤者、圣者怎么区别了哈、哦？我刚刚有看了一个，想好，我们对于以这个表来看呢、啊、哈，好，发心菩提是种性前的善趣味啊，好，这些名相先。管他哈，好，福心菩提是种性的解行，明心菩提是初地乃至六地，好，初道菩提是七地以上乃至十地，好，无上菩提是佛果，好，那
我们对于凡夫、贤位还有圣者怎么分呢？以这边的这个表了，当然我这边有第一说、第二说、第三说，以这边的这个表，初地以上，就已经是圣了，已经是圣了，那这个应该就是贤，贤位，那这个还是凡夫位了，那这个贤位到底是不是凡夫？还是凡夫，好，我们看这边的补充说明，注脚这边，注脚这边。我们对于凡夫有所谓的外凡夫跟内凡夫，那外凡夫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凡夫，但是他还距离还蛮远的啊。内凡夫就是他已经接近内道了，虽然他是凡夫啊。如果以小圣来说的话，你修到五庭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好，这个是外凡夫，好，这个是贤位哦，这个是贤位啊。我们说三贤位是指这里啊，那鸾丁人是第一法，好，这个是四善根，这个是内凡，这个已经离正悟，已经离这个见到位已经很近了，所以有外凡跟内凡。好，那这是贤位了，我们有所谓的三贤位，就是修五庭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三个。那如果以大圣来讲，大圣来讲，我们大圣不是有实信、实住、实行、实会相，接下来才实地嘛？所以实地的初地是圣者位。好，那实住、实行、实会相是三贤位。好，那实信福等是外凡，外凡。所以如果以大圣来说的话，好，这个外凡位就是实信了，它应该就是这里这个位阶种性前。那什么叫做有种性啊？有种性就是有进入实住实行实会相的啊，好，所以定义有一些不一样啊。好，那这是对凡夫还有贤位还有圣位啊，贤圣，所以贤位的话，以这边的说法是内凡夫啊。好，接着，好，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因为德山吃不到点心了，假设我们是德山的话，我们要怎么回答才有办法吃到点心？所以德山要怎么回答才能够回答得好？好，那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在哪里第几页？OK， 第八页，刚在第八页。那第八页这边，我们要知道德山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德山他这个老婆子当然是高阶的嘛，好，他这样考的话，其实是要考德山，因为德山以为说这个三心不可得，他以为三心不可得就三心没有这个心了。其实不是，我们刚一直强调说心不可得是心无自性，你找不到有一个实在的心法，好，因为心是缘起，缘起如幻，所以即无自性。那即无自性的心不代表现象界的心也没有了，不代表，因为即无自性缘起如幻，所以它是因缘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回答的话，我们代替德山回答的话，我们也是先可以强调，三心不可得是指三世的心即无自性，找不到一个真正实在的心。但是缘起如幻世俗假名的心确实是现现成成的，是有的。所以我现在肚子饿的心，我就用现在肚子饿的心来点你的点心。也许这样就有的吃了，那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模拟一下德山我要怎么回答，好，那我另外想补充我们刚刚说过的地方，好，这边刚说人生常大，
我们一开始如果在读《金刚经》的话，可能早期我是读人生长大啊，那其实不是长大，是长跟大啊。好，那这边有这个注释书，他说长的话是妙啊，已经用妙是报身，大的话是指法身啊。那另外还有好三甲啊，三甲。第三页哈，第三页，好，第三页说甲了哈，甲，那三甲哈，三甲这个甲哈，我们要知道三甲是指冥甲、兽甲、法甲，那这个甲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甲是指甲冥，那甲冥就是指，或者说有的说甲失色了哈。甲安立，所以你都会看到，哎，甲失色了哈，那其实就是失色安立的意思啊，失色安立的意思。好，那这三个，第一个名甲，好，那我们对于名称了哈，名就是名称，那名称我们说这个名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概念啊。或者有这样的说哦，有口说，还有新的概念，然后口说出来，好，这样的一个名字都是名甲。好，那它这个甲，这个名甲，它是主要是指约认识上的啊，因为我们认识上的法，我们就可以有内心的概念，可以说得出来。那这样的一个概念，说出来的概念，大家也可以互相了解。但是依名言而来的，啊，这个法也是假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的这个东西跟法的体性并不一致，好，所以当我说火，我其实没有办法指涉到真实的火，好，所以才说它名称概念上的东西它没有真实性。那兽甲它是指什么呢？兽的话是取的意思，啊，取。那甲，好，这边有甲是四色安立的哈，好，依于受，依于取而四色安立的。好，那这个取呢，有和的意思了哈，和意思，所以和甲跟取甲意思是一样的哈。那和就有许多种层次啊哈，像骨啦、皮啦。也是和合而成，人生也是和合而成的哈。好，所以这个和合用其他材料和合而成的，好，这是假名安立的哈。那既然是假名安立，就是假名安立，它有一个意思，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它没有真实性，好，和合东西没有真实性。但是假名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它在世俗上有确实的功用。确实的业用，好、哦，它现现成成，啊、哦，它宛然现成的，这个是不能否认的，好，接着法甲，那法甲就是指单元的东西，好，有，因为有部他观察一切的法，他分析到最后，有一些是有实在性的法，有终极的实在，那因为这些实在的法来。去组合而成其他的，啊，像刚刚的这个法，受甲，所以这个法呢，不可再分析的实质，啊，像其小无内的这个东西，啊，像地水火风，啊，好，那有部认为是实有的法，可是在这个三甲品里面这边的这个。认为有终极实在的法，它其实也是世间啊，世间存在的，它没有真实的这个自性啊，没有真实的实在性。好，这是三甲的意思啊。那这边进一步说，三甲也可以是修行的次第啊，从认识上的，一到认识上的，知道它无自性啊，它没有真实。到复合物，啊，复合体，
知道这个是复合的，没有真实，一直到基本元素啊，对于基本元素的这个法，也知道是实色安立的啊，就是没有真实的。那对世间的名言概念啊，认识上的复合物，还有基本元素，都知道没有真实性，来通达毕竟空啊。好。那接着我们回到，这个好三生哈、哦，好，接着我们来看法音片满，法音片满在第十一页哈，十一页法音片满，好，如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好，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哈、哦，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哈、哦，好，一样，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典范的句型。哈、哦，好，那下面的解说。哈、哦，好，不要以为如来会认为说我为众生说种种的法。哈、哦，我是不会这样认为的。哈、哦。好，那如果有人认为如来有实在的啊，说有实在的如来，甚至说实在的法，好、啊，这是谤佛啊。那佛不会像凡夫那样有所说啊。那法呢，所说的法是法的如实相，是离言说。所以现实上有说法，但是没有说法的真实性可说啊。那虽然没有真实性的法、哦、没有法的真实，但是随属假说、哦、那这个随属假说它目的是为了让众生、哦、从所说的去深入、哦、去了达体会真正的法无自性，这样才叫说法。好，那下面的进一步解释、哦，有人就根据哦，根据哎，《金刚经》这么说，《金刚经》说法身不说法，哈、哦，那导师就哦，这叫有人会偏句嘛，哈，哦，如来没有说法，哈、哦，我们也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如来没有说法，哈、哦，好，那这个佛的真实身，他有自见圆明、福德庄严、色身具足，那既然有前面这些，那怎么会不法音片满呢、哦、所以这个觉得金刚经、哦、它也比较站在比较古朴、哦、比较早期的这个法身说、哦、比较早期的法身说就是法身它是智慧福德圆满之身、哦、这样的真实身，所以才会有这些、哦、好，接着说为正跟以正法性生生的菩萨、啊啊、我们来分别。那还没有正法性生生，我们正法性生生是指这个七地嘛、啊、七地或八地、啊、那还没有正法性生生，说法不离寻师、啊、那我们寻师寻的话，我们一般是粗的分别、啊、四的话是细的分别、啊、那寻师有的说为是觉观、啊，那不管寻或思，寻或思了哈，这两个心所，它其实它都是思的心所或慧的心所为性。那我们刚说寻是粗的分别，思的话是细的分别哈。好，所以依于思心所，依于慧心所而有粗的分别或细的分别，好，这叫寻思。好像演讲要先计划。或者思索准备，好，这、就是依寻思分别来说法啊。好，正法性生生的菩萨就不需要分别啊，不需要这些粗细分别。那随时随处有可化众生，他就现身说法。那圆满法身更进一步啊，他这个无私普应。好，
那经论中像天鼓一样啊，好、哦，它自己就会怎样？自己就会，哦，会鸣鼓啊，天鼓会自鸣的哈。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信众书圣啊，信众书圣我们看经文，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佛。未来的信众哈，听到佛说这些身法哈，会生信心吗？好，佛言：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好，如果只是看这些经文的话，大概不知道什么是众生，又非不众生哈。好，那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好，未来世。有没有众生听到如来所说的法身啊？啊，啊，那法身前面这四项就是法身有这个知见啊，还有福德，还有身相圆满、说法圆满，好，来升起清净的信心。那如来上面说如来所说的法身说法啊，无说而说，那对于这样的无说而说，会有人听到这样会生清净信心吗？好，那接着说，好，当然是会有的啊。但是会生信心的这些信众，他是殊胜的，他不是一般的众生。好，所以这边的。啊、不是一般的众生，但是还没有究竟成佛，所以也不能不说他是众生。所以他是众生，但是不是一般的众生。啊、所以彼非众生，就是不是一般的众生。啊、非不众生，因为他还没有成佛，所以他还是众生。啊、非不嘛、啊啊、非众生而还是众生。好，那对于慧命须菩提哈，好，这个慧命这个语词了哈，好，那慧命通常是以慧为命啊，那年高得长的哈，好，自身戒净的，我说也是长老了哈，长老。好，那下面再分别这个化身佛跟法身佛啊。化身佛，化身佛。好，化身佛，他对象是凡夫声闻初发心菩萨，哈、哦，好、哦，所以这些听众呢，哈、哦，都是还没有出生时的。那法身佛呢？我们刚刚有说哈，持土他土的大菩萨。好，那这些大身菩萨了哈，啊、哦，就是证悟这个。法性身的啊，好，以佛就以法身为他们说法。嗯、那法身无始无路流露啊，好，我们说法身遍满嘛，对不对？通遍啊，好，流露法音，好，刚法鼓也是这个意思啊。那大道心的众生啊，就是大菩萨了啊，有这个大菩提心的众生，这些大菩萨听佛说法。好，所以这些大菩萨非众生，非不众生。那从五蕴和合的众生说，众生无我，毕竟空。好，那惑业苦嘛，哈，惑业苦。但是这个惑业相续了，哈，有这个因缘果报了，哈。好，这样的众生还是没有自信，哈。但是没有自信，在这个以因缘和合而成的。如幻众生还是有的哈。好，下面有一句，这个第三项，这个也很重要哈。那佛说法哈，法身说法，这大菩萨，那这些大菩萨立根的啊，凡夫哦，刚刚是大菩萨可以听，但是立根凡夫没有办法啊。虽然没有办法亲自听到佛说法生信心，
但是可以怎么样辗转得解，而且可以比量，可以推度、哦、推度来信受。好、哦，透过辗转、哦、辗转的教导，透过推度还是可以信受的、哦、好，接着正觉圆成。好，那下面接着说，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好，那这个证悟是无所得。好，佛言如是。好，好，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好，一切不可得。好，这样才叫正，才叫这个得，哎，正得这无上菩提。那接着，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接着，所谓善法者，如来即说非善法，是名善法。好，那到底有没有修善法了？哈，好，那下面我们看下面的说明。好，无上片正觉，一些些法的实质，一些实性的法都不可得啊。好，所以没有一个真实法可得，所以一切无所得啊，好，才能够真正的证悟无上正等正觉。好，接着，那对于法身佛了哈，法身佛。法身佛它的根本是福跟智，所以智跟福为法身佛的根本。那依这样的根本有这个佛的 果德，无边的身相，微妙法音，说法，现身说法，有大菩萨。那能够成佛是因为什么呢？修万善而同归无德。修万善呢，就是他确实有修万善，但是他证悟无所得、哦、来完成这个正等正觉。所以依于无所得、哦、这是因为正等正觉体悟一切法的如实相、哦、所以这个如实相没有一法真实，没有一法可得。那也依于这个无所得的这样妙智来契会无所得的如如、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妙智嘛、哦、妙智是能，如如真如嘛是所、哦、所以能跟所、哦、智是能证嘛，那这个真如是所证嘛、哦、所以妙智跟真如都怎么样，都无所得，都没有一法，没有任何的真实。好，这样才能彻底的、啊、就是如果还有我是真实的妙智去证真实的如如，好，这样就不能称为真实的正德、啊、所以能跟所都怎么样，无所得，都明除了、啊、明除这个一切相、啊、都没有依法之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正德。那而且在正觉当中，对一切法，好，我们说一切法这个真如嘛，哈，一切法如，一切法平等啊，也是这个意思哈。那也没有这个分别可说，哈，是平等的，是怎样？没有分别可说的，所以平等法界哈，圣凡没有增减，好。那这样才叫上正觉、啊、好，对于法身有不同的诠释、啊、有因位或果位、啊、那在因位有一个众生界、众生藏还有如来藏、啊、那这个当然也有，如果你看如来藏之研究、啊、也可以知道、哎、这个如来藏它怎么来的、啊、
它其实还是跟如来的果德很有关系，因为如来的这个法身遍满嘛，那你既然法身遍满的话，就通遍一切，那甚至通遍到众生。那众生为什么还不能成佛？因为他还有这个烦恼尘垢，但是他有成佛的可能性。那对于这个成佛可能性，就把它安立为如来藏啊，戒啦啊，戒有因的意思，藏也有这个胎藏的意思啊。那曰果位，好，就是法身涅槃啊，无上正觉。那法身曰净行果啊，真如，这是净啊，对净实相。那曰行。般若，曰果，一切种子，所以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跟法身有很有关系的。好，那这个上面的说明还是以平等虚空的空性来安立的。好，但是在佛教的发展，有这个真我的如来藏，那甚至有所谓的超越能所的这个最高无上的不可知的知者，或者把它安立为这个三十二相有这种具体而为的实在，还有我们本来是我，本来是佛这个都是在佛教发展里面变相的这个神我论那这主要就是有终极的实在性了哈。好，那这就有一点跟外道近似外道的说法了哈。好，这个也要在佛教的发展里面哈，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好，接着，好，那这句话很重要哈。本性空寂平等，但是依寂空的缘起，你这个缘起是跟空相寂的，你这个缘起的因果不能够乱掉，因果稳然因果稳然，稳然的意思就是必然的而且是清晰的。你的因果，你不会因为怎么样，因为性空就怎么样，一切都没有，一切现象界一切都要消除，不是这样的所以即空嘛，才叫即空。我们缘起因缘所生的一切法是因果稳然的是真切的。但是虽然在现象界是因果稳然是真切，但是你找不到有任何的真实性它如幻如化它因果稳然。所以空有没有抹杀因果？没有。也是，而且空不止不抹杀因果，还可以成立因果因为没有究竟的真实，所以一切法可成只要符合因缘因果的以缘起因果，一切法都可以成立。那就像我们刚说的，三心不可得，是不可得什么？不可得有一个真实实在的心，可是现在心、过去心还有未来心存不存在，它的因果有没有相续，它有没有现现成成的这个很真切的清晰的现前，有好，所以毕竟空而宛然有我们常讲空有无碍了你空不要怎么样，空到什么都没有你空是要成立有的好，一切无得空平等，但毕竟空不爱一切那刚刚那个得三就是空到爱的妨碍一切了好，一切的缘起法相有迷雾染净，因为空性有种种差别所以空性去不爱一切不爱种种的差别。好，第二点，
无上正觉要具备两大法门啊。好，第一个般若空慧，通达这个平等空性。那你能够通达平等空性，就不会取着啊，不会取着，无一法可取。那我相当然也不取。好，我等四相啊，就是我受者了哈。哎，这个前面有提到四相啊，后面也会提到。好，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福德。好，透过修一切善法啊，好世界人啊等等一切善法。那这边修的一切善法啊，好都是目的自利利他，而且都跟般若相应啊。能够通达三轮体空，就是无所取着啊。那依于般若来摄导方便，方便诸成般若。好，庄严平等法性啊，正无上正等正觉。好，所以我们常常对于这个修行啊，就是两件事，一个智慧啊，一个福德。那福德当然就是修一切善法啊。自利利他的一切善法。好，那下面中论也有说，已有空一夫，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哈、哦。所以空跟一切法是互相成立的哈、哦。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个段落哈、哦。好，这边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哈。哦好，那本性啊、哦，本性，你绝对不能在佛法里面哈、哦，不会说有一个实在的本体啊、哦。好，那佛法说一切法哈、哦，本性即灭。那一切法即灭，那一切法就是俗嘛哈、哦。你通过对一切法的观察。去体悟到它的真，体悟到它的本性即灭啊，本性空寂，就没有真实的任何法可取可得。可是你对于这个真如即灭哦啊，你不要把它以为是有一个神秘的不思议的实体。那当然，如果你以为它是一个神秘实体的话，哎，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因为空来生一切法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佛法不会说从一个真实的实在体来产生这个一切法的用啊。好，所以不能有本体论啊，还有如果把这个真实体放在心，就变成唯心论啊。好，接着要说明的是二谛无碍啊，二谛无碍。好，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嘛，哈。好，那对于法性如空，啊，所以空才有成佛的可能，啊，成佛也还是如幻如化都无所得，啊。那虽然空，虽然无所得，啊，这是指智慧嘛，这是指智慧哦，啊。那你。光是智慧也不成啊，你不加功用，不集资粮，不发心修利他行，还是不会成佛啊。好，这个是对法身啊，法身佛的六个段落。好，接下来教德啊，教德就是比较了哈，比较这个功德。好，三千大千世界须弥山有如是等七宝具啊，那这些宝有的拿来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句受持读诵为他人演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啊。所以这边比较是比较什么？诶，这么多的七宝来布施，跟什么呢？
跟这个人用这么多宝物布施，跟这个人来以这个《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句》来受持读诵为他人演说、哦、那这两个比较、嗯、好，所以这个对经、哦、乃至《四句句》受持读诵为他人演说，这个功德比较大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德、哦、教德般若道、哦、他也有教德、哦、比较功德、哦，那般若道他的说的这个宝哈，他是说充满三千大世大千世界的七宝。那这边的宝哈说的比较多，啊，七宝聚集。刚刚是三千大千世界七宝聚集啊，现在这边是三千大千世界七宝聚集，而且聚集的像什么？须弥山那么高来布施。所以如果用数量来算、啊、用这些宝物布施宝物来比较，方便道的宝物的数量还比般若道的数量还大、啊、好，但是这个内容、哦、都提到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啊、那我请问一下，有没有知道我们这部经有几个四句偈？金刚经里面好、啊，可能都还没有出现哈，还没有出现。我看到的话是两个的哈，两个。在我们先看一个好了，一个大家一定懂的啊，一定听过的，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哎，这个就是四句偈哈，这是四句偈。然后另外一个四句偈在哪里呢？哎，等一下，在十七页这边看得到啊，在十七页这边看一下。好，这边有一个记哈，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哈。好，就是如来有实在的色哈，有实在的音声。好，这个是比较哈，比较功德。不过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嗯、你看哦，我刚刚说，因为都是你们问问题、啊、有时候换我问一下啊，啊你们想一下、啊、我们刚刚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方便道的，你要布施七宝、哦，像须弥山那么多来布施，它比较多，对不对？般若道他说充满三千大世界七宝布施，好，可是。这两个跟什么比？都跟《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比。好，我的问题在于说，你般若道说的也是《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方便道说的也是《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哎，我都用《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比，那你为什么要般若道比的那个七宝比较少？方便到比的七宝比较多、哦、这是无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也值得想一下、哦、好，接着我们来看刚刚是这六项、哦、都是法身、哦、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目录的地方、哦、因为我觉得导师真的在读经真的很厉害了、哦，他很能够把纲要就抓出来、哦、所以法身、啊、就佛的真身、哦、有这六项功德、哦、这六项内容的说明。那接着 接着要说的是化身、哦、那化身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嘛、他 化身的对象是凡夫众，而且他也现化身的相、哦、而且他也处大千界、哦、而且他也 说教、哦、就是我刚一开始说的，我们不是在案件里面常看到一时佛、哦、佛就是化身嘛、哦、以这边的说明、哦、化身，然后还有
很多比丘嘛，在一起嘛，然后在哪一个地方，地点嘛，大千这边就对照大千劫，然后说法，说我教，所以这个化身，化身，他所化的身，不管身相，不管所度化的众生，不管这个化身在的地方，不管这个化身说的佛说的这个教说，好，他怎么来分别啊？怎么来看？又到底这些有没有真实啊？好，我们到15页啊。哎，我是剩下2分钟是不是？看一下哈，这边法假的法，非法的非法相的法，是不是相同哈？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因为法假它是指怎么样？你看法有很多很多类哦，它的法假主要是指那个基本单位，就像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如果以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话，认为是有实在的实体，实有性。可是这个大圣来看的话，或者以龙树菩萨来说的话，他要破斥这个实在性，依法的实在性，这种基本单位的东西，你说他有，他假名安立，他在现象界成立，这个 OK。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有究竟的真实性，好，这是法假的法，那非法相的法，非法相的法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非法相是指，应该就是指一切法，就是指一切法，因为我们说非法相是指什么呢？你对一切法，法相嘛，法相，一切法相，你把一切法相给怎么样？给无所得了，给无我了，给予这个无自性了，这叫非法相。所以这个非法相的法，我觉得它就是指一切法嘛，你把一切法看不到究竟真实，就是指非法相。所以对象还是切法，那法假它的这个法局限比较范围比较小，那非法相因为它是法相，它是一切法的法，范围就比较大，因为三假它特别，有时候这些名相你要看它出现在哪里，所以这个法假我刚刚说范围比较小。那确实在佛法里面，有一些语词用的字词，尤其中文看起来一样，其实常常我们要回去看它是在哪里出现的，它跟什么对照而说的，它的意义内容是什么，因为彼此真的都不同，好，这确实也是对于一些法相，不容易，初学者不容易捉摸，不容易抓到它真实的意思，确实有这个困难，因为定义上真的不很精确，好，好，那我们请大家合掌，愿你以此功德，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